今天我们台湾的绍兴弟兄和我们正传道翻译组的代理来到我们您的教会，我们首先要确实要代表您的教会对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这个确实就像我们刚才正传道讲的那样，如果没有主哈，我们确实也不是亲戚的关系，也不是朋友的关系，能够互相的认识，而认识以后就那么的亲密。确实主的爱确实非常的感人。我们教会，您的教会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啊。您的教会最早没有教会，你们来福建交流的时候都是啊就到福州为主，因为教会聚会点的设立2005年一月份的设立，然后2008年买了这个点，然后2009年现场，到现在总共还四年，现场之后还是4年，还没满4年，三个轮廓，搬到这里聚会应该有4年。这个教会的设立确实是主亲自在，这个最早是一个姐妹，就是我们美珍姐的女儿，她到英国去打工。英国去打工的时候，然后生病，生病的情况下，他挂电话给李春姐，因为他们李春姐家里原来都是安心乐会，安心乐会的，然后他生病了，在异国他乡没有无亲无戚，那李春姐说叫他去找教会，他就星期天去找教会，他星期六去找教会。找的前面都是安心乐会，都是讲英语，结果有一天的星期天，星期六去找，找到了一个讲中文的教会，这就是我们教会。结果他觉得哎，这教会也不错，然后人也很好，然后后面弟兄姐妹也跟他沟通真理，他那时候真理可能认识也不是很深，但是他觉得这个教会非常好，人很好，很有爱。然后后面的话，他的病。就是在那个教会弟兄姐妹帮他祷告，然后病呢后面得到了一些缓解，后面他认识了真理，就受洗归入真耶稣教会。然后受洗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这个病得到很好的那个主耶稣的医治，结果因为他这个出国啊有债务。按道理，那么他得的病不是一般的病，是胃癌，是这样胃癌。结果呢，这病是很重的病。然后得主耶稣医治之后，按道理他是就是要侍奉神了。结果他因为债务很重，又去打工，又病复发，病复发的情况下，然后在这个。病危通知书都发出来好几次的情况下，他自己感觉到您的这块土地上还没有真耶稣教会的福音，还没有真耶稣教会，他一定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的家人，传给他的父母亲，传给他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把福音传到这个土地上。所以他冒着生命的风险从英国飞回来，从英国飞回来，然后呢，回到京，他们派了专车到福州去把他接回到他原来我们聚会点就在李春姐家，他接回到他的家。然后一到安息日，他就要到福州去，要去福州聚会。那个时候，王长老的一个弟弟叫王清敏，就是陆家之士。他那个时候就是英国留学回来，英国教会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有一个姐妹这样这样情况，回到你们福建的宁德，你们要去关心。然后他们后来就去到福州找这个福州的教会对接上。他本来要想福州租个地方在福州聚会，因为宁德没有教会。然后福州教会考虑到，因为他的身体那么的已经是那么的软弱，然后还是回到宁德去。然后福州教会派人来，啊，帮他这个每个星期派人来，跟他聚会，然后帮他祷告，然
后这样子的话，后面他一定要那个名分利啊，他包括他的弟兄姐妹，包括弟媳妇都信，他那个时候名分利来，他的孩子不一定接受。他后来慢慢的就是，他在这个离世的时候，这个有很多的神迹，他几次离开，几次就像又复活了，因为始终他们家里的没有答应下来，说要不要去这个婚姻交婚。后面他的弟媳妇，包括他的弟兄姐妹都答应了，他的每个人答应了，最后才离开。然后离开了之后，结果这个2005年1月还建立了这个婚姻交婚，设立了一个聚会点。聚会点呢，有了聚会点之后，原先有一些信徒在这里，比如说我是91年在湖心受洗，在三山受洗，那回到这里因为没有教会，也没有去那个认真的追求，所以都散落在这个旷野中。然后也有一两个姐妹，本来是父亲，就是她的妈妈，这个吴三，那个小姐妹的妈妈，她是嫁，很早就嫁在这里，出嫁在这里，但是呢也没有建立教会聚会的。然后后来有聚会点了，大家就慢慢神的羊慢慢归一个圈，所以在神的带领下慢慢的建立了聚会点。当然在这过程中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今天有很多姐妹没弟兄姐妹没来到这里，这个整个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建立确实就是神在带领，在最关键的时候都是神亲自出手来做见证，来行神迹奇事，来坚定大家的信心。这个有一个弟兄，叫蔡启成弟兄，他这个脸上长着这个白癜风啊，白癜风。然后呢，到了他生病，到后期的话，就是怎么搞的，全身骨头痛，这种情况下。然后呢，他一个弟弟，他本身跟在这上有个朋友，然后有一个他因为做迷信也做了，然后他的舅舅还是做医生病了看了，然后包括这痛也没越来越痛，然后痛的他没法睡觉，然后他那个弟弟就有一天可能到外面去逛逛的，回来跟他说，你可能要去信耶稣，然后就到了那个圣经公会，我们这里有了圣经公会、安息公会，还有聚会处，他到圣经公会去来逛，结果而且那个祷，然后那个弟弟没法祷告，为啥？没什么见效，还是没人通，然后甚至他想自杀，这种情况下。然后因为他那个母亲是这边一个村的，实际上跟美珍姐也是一个村，然后有几个姐妹告诉他说，哎，对跟真耶稣教会，他来那边沟通，要不要叫真耶稣教会的人去祷告给他。结果呢，那一周刚好是现在两个人都在当传道，一个恩兴弟兄，一个在福州教会当传道，一个比恩弟兄在复兴当传道。他那个时候他们两个都是神学院的学生，在这里经常来关心您的教会，然后那周他刚好是他了，然后他们来沟通说能不能叫真耶稣教会弟兄姐妹去帮他祷告。他刚开始我们到他那里的时候，他是倦处在这个沙发上，全身痛得痛的，脸色青青的，然后他很反感，他以为祷告也没用。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本地弟兄比较一直跟他沟通，一直说，哎，对，是这样为什么怎么样啊，怎么按圣经啊，怎么这个五大教义怎么听，可能沟通的不懂，然后叫他要有信心。然后后来他受苦啊，觉得这些人可能有点不一样，然后呼他回到床上跟着我们一起祷告，祷告完以后那天晚上他就能睡着，他是个主。第二天晚上，他们回去了，然后我的女儿
还有一个叫徐志远他的母亲，就是一再去继续把他打造。打造完以后，他星期一的早上就能够出去玩了。在街上又碰到了原来这个原来那边设计工会那边几个帮他打造，就说啊你好了，那、啊、好了，好了，他们又去把他打造，打造了他又痛，又痛了，这又痛了以后呢，然后他们不相信了，觉得怎么搞的时候，他们一次打造就是星期一叫星期一开始一直打造一星期二一整天，到十点钟。这个弟兄家里又给美珍姐打电话，他问我有个空，啊，我他说他又痛，叫我们那个又去帮他打造，打造一下，然后那天晚上勉强睡着了，是吧？然后第二天，我家里的一个，我父母亲呢，还有我那个姐妹也去了，然后呢，就是美珍姐也去了，五个人就把他打造了，然后彻底的好了，彻底的好了，后面。他也正是受洗归入主，因为那个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说法，就是教会信耶稣都一样，教会都一样没区别啊，就是一直在争这些教义上的问题，然后主耶稣就是亲自这个凭这个圣经证明不一样，并不是说哪一个人的能力大，就是主耶稣的能力是真正大。主耶稣真正的跟我们这一群教会同在。那比如说那个大兵弟兄，这个弟兄前面开着车见他们过来的，这个弟兄刚刚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这个精神上面啊，有一些那个身体上面，但是现在他非常好，下面开车开得很清楚，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下来。所以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神迹，然后包括这几人的这个母亲，她得了一种病，叫做就是带状疱疹。我们这边的那个土名叫做长生龙池，这是很痛的一种病。这种病它有一个最佳的医疗期是15天，15天之内能够确诊，能够医治用药的话，那非常容易好的。一旦经过了这个15天，错过了最佳的用药时间，他很可能就会痛一辈子，或者痛好久时间，有的人会痛一辈子。但是呢，非常奇妙，他这个人得了这个病以后，他原先因为他长的位置不对，在这个李同志长这个胸骨这里，他不好意思说，他以为还是这个什么杀进去，风湿进去，还去拔罐，拿去按摩，叫人，然后连这个拔罐按摩的都没用，结果呢，后面呢他自己听说这个灰狼下面这里隔壁有个灰狼镇。灰狼他是老天是灰狼的，然后呢说有个人会画用这个在他那个长的地方画一个蝎子，画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蜈蚣，然后画一下可能会好，然后有的人会抓这个东西，然后去做这个做了还是不会好，因为那个可能一段时间有可能有麻醉的作用好一点，但是不会。然后，由于他到痛得不得了，他去找了一个医生，这医生是天主教，天主教呢，他打开给他看，看完呀，这个你怎么画了这些东西放在身上？那不行，他说这个是魔鬼的工作啊，你这个要去，你是信，他告诉他信耶稣的时候，他说那你要去这个悔改祷告，然后到教堂上祷告。后面跟很多人说得了这种病，然后我因为我的母亲得过这种病，我曾经都带着她去看了一个医生，那医生就不告诉她15天是最关键的，15天之外你这个病就只能没有特效药，只能说靠吃一些药能够麻醉一下，或者是让你能够睡着，但是你还是关键的问题你还是要
啊，要有精神力的，不要想它，越想越痛。然后我跟他这个电母出来，我跟他讲，你看是不是？你这个现在只能靠祷告，靠主耶稣来医治。然后他回去也非常认真的祷告。那天是星期三的晚上。然后呢，他是每一周星期五要到教堂来煮饭给这个来这里传道的那个传道人吃饭，因为我们的传道人大部分都是中派，他每一个星期五晚上他要来煮饭给他们吃。结果星期四那天，他中午他午睡做了一个梦，一个白衣服的人从房间里过来，要按着他，他很怕。怎么一个白衣服的人一直躲到墙壁去，结果连按着他的时候，他蹲下来按住了，然后起来，他的痛没掉了以后，然后开始这个身上的那个长生龙的那个带状疱疹，慢慢的一个个就蔫掉，然后就好了，所以非常的奇妙。这个。还有就是我自己也有身上也有很多的这个见证。